莫恒，莫恒，你等等，我们能聊聊吗？说吧，我们换个地儿。换什么地方？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的？你别这么冷冰冰的好吗？我有急事要跟你说。你要是不聊，我就不做翻译了，我立马走人。 你都迟到多长时间了？快走，跟我办事去。哦，我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走？嗯，你这不是拍完了吗？谁跟你说拍完了？不行，我还要拍一套中式的呢。来，继续拍。夏可可，我跟红海都有正事儿，你这么捣乱有意思吗？你约我老公，你经过我批准了吗？夏可可，你最好摆正自己的位置。 应该摆正位置的是你吧？继续拍，来，开心点儿，行。怎么着？让我给你当老公？我没听错吧？是这样，这些年啊，我妈为了我的婚事老催着我，我呢不想让她操心，我就跟她说我结婚了。 那他这次来一定要看看，所以，哎呀，你就帮帮我吧。能力啊，你可真敢想啊，这忙我帮不了。又不是真的，你就陪他吃吃饭，聊聊天，逛逛街，他看我结婚了，过得很幸福，他就放心了，也就没几天的事儿。对不起啊，我帮不了你。 知道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我不是已经道歉了吗？你大人有大量，好吗？你就原谅我。那这一次，你就出面帮帮我。那我的情况你也了解啊，我妈真的以为我跟那个人结婚了，这次她来我是拦都拦不住了。求你了啊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什么情况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我帮你，也不是我本人，我还得帮你去演那个教授。哎呀，我以前跟我妈提过他，他知道他是大学教授。不，杨丽雅，你太糟践人了吧？啊，你上回拿我当枪使，我就没说什么，现在还让我去帮你去演教授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知道这样很不好。知道不好你还找我？那不能本人在那儿呢吗？你找他多好啊！ 你知道我不可能去找他的，你不可能找他，你找我啊？找我去演他啊？你想象力可真够丰富的。你上回拿我当枪使，把人给撵跑了，现在找我去演这个教授，来陪着你骗你妈，你当我是什么人啊？变形金刚啊？莫恒，你拿出点仗义劲行不行？你还要我怎么仗义啊？你要是有事求我，我就不会像你这么磨磨唧唧的。啊？怎么还变你有理了？ 我不答应你，还是我的错了。行啊，竟然拿不当翻译威胁我，不当就不当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换翻译，翻译可换不了啊！你忘了人家杜瓦尔说过吗？一次商业谈判就只能用一个翻译，人家是怕这个泄露商业机密，就为这个事儿还专门把这点给咱们写到谈判备忘录里。你什么意思？ 你是想逼着我去给这杨丽雅当老公是吗？我可没这个意思。你说啊，当几天假老公倒无所谓，他倒好，他直接让我扮演那个教授，扮演他以前女朋友，那太欺负人了吧？男朋友，啊，对，男朋友，我都气糊涂了，我，你说欺不欺负人？
这个事确实是有点过分，可你也得看怎么说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，李红海？你是想让我答应是吗？我没这么说呀。我要真答应，我还是个男人吗？啊，之前就一直拿我当挡箭牌，抵挡那个男人，现在倒好，直接让我扮演那个男人，什么玩意儿？行，你先消消气儿，先别火，行吗？我能不火吗？来来来来，坐，喝口茶，喝口茶。不喝。你给我坐这儿，你给我坐这儿。你呀，你先冷静下来，理理思绪。他给咱当不当这个翻译，先搁到一边，咱先不说。你是我的哥们儿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跟杨丽啊，到底有戏没戏？你说呢？都闹成这样了，有什么戏啊？这可是两码事，你得把它分开看。来，哎。1000万就这么定了，我这儿带了一份协议，是墨恒给咱们俩出的，数我已经填上了，你看看，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，就把它签了。签完之后，我就先把第一笔定金100万先打给你，剩下的按照合同付你。你还挺爽快的嘛。跟你说了吗？我对你没有恶意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来，签吧。这钱是谈完了，那其他的还没谈呢。你以为你付完这1000万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？有什么要求你说。我问你，这3个月里面咱俩算什么？有协议吗？咱们就是合作伙伴。合作伙伴？这是我第一次结婚，你得对我好。哦，你放心吧，面上绝对过得去，不能让外人看出来，还得让他们觉得咱们俩特别好。什么叫外人看着觉得好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我第一次当新娘，人生头一回，你必须要对我特别的好。这婚要么就不结，要结的话，你就必须得让我觉得特别的幸福。你必须是那种对老婆特别好的老公才行。咱们俩这3月就拜拜了，有这个必要吗？3个月的夫妻那也是夫妻，在一起一天就得好好的过一天。你必须得宠我，必须得对我好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咱俩就3月。用不着这样吧？那你要觉得勉强的话，那咱们马上去办离婚手续吧。别，这可是1000万哦。1000万怎么了？你要是不答应，那姐们还真没这个心思陪你过完这3个月呢。再见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你说，咱们俩一共就3月就拜拜了，让我怎么宠你？那3月以后呢？离婚啊。你以为人的感情跟自来水似的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？你少跟我废话啊！要么你就答应我的条件，要不然咱们马上就离婚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光嘴上说可不行，你得写下来。这3个月里面，你必须要履行一个丈夫应有的责任。你得对我呵护有加，百依百顺，你得让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幸福的，是美好的。行，我尽量。你少给我含糊，这是必须的。你必须要让我觉得新婚是快乐的，生活是美好的。嗯，新婚是快乐的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啊，这婚姻的基础是忠诚，你必须要对我特别的忠诚。我先跟你声明啊，我这个人吃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能让我吃醋。这3个月里面，你从精神到肉体，全部都是我一个人的。肉体，可可，这样可不好，我不想占你的便宜。你想的也太美了吧？就你这一身肉，你以为我稀罕呀？可是我不稀罕可以，我不能让别人占了便宜。哦，明白。反正咱俩是分开住，到时候我给你弄一套大别墅，你一人待着，好不好？不行，咱俩必须得住在一起。这新婚燕尔的，哪有不腻在一块儿的呀？
咱俩必须得卿卿我我，得如胶似漆的才行。你要敢让我发现你跟其他女人有一丁点暧昧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咱俩就仨月，你整的好像跟过一辈子似的，有这个必要吗？三个月也得好好过日子呀，这婚姻不是儿戏，你必须要履行一个丈夫应有的职责。你记住了，别想混日子，听到吗？行还是不行？行。裴红，裴红，啊，哎，你这两天陪我出去买点家具呗。买什么家具啊？婚房的家具啊，现在那些我都不喜欢，我要把它们全部都换掉。不就仨月吗？有必要吗？哎，那是我的婚房，甭说住仨月了，就算住一天，我也得换成我喜欢的风格。那你跟老李商量了吗？跟他商量什么呀？你看，好看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土巴图真的挺不错的，好多风格呢。怎么样啊？哇，这新房也太漂亮了吧！这要是三个月就搬走，也太可惜了。哎，你要不干脆就别离了，凑合着跟他过呗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凑合？你看我像凑合的人吗？李红还睡哪儿啊？他家房间多了，他爱睡哪儿睡哪儿，他爱住哪儿住哪儿呗。此时此刻，新郎已经站在属于自己的婚礼殿堂，现在他非常开心，也非常激动，同时会有一丝紧张。你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你？换来的却是你觉得我爱的是你的情。一会儿你就明白，我到底是爱你的人还是你的情。我们的新郎正在酝酿情绪，现在请新郎大声地告诉我们，你愿意吗？我不愿意。下面有请全场来宾响起今天第一次祝福的掌声，祝福一下帅气的新郎，掌声祝福。非常感谢大家送来这热情洋溢的祝福，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跟新郎一样，都非常想要见到新娘。让我们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新娘入场。结婚的这一天就是她最美的一天。其实不用我多说，当美丽的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手捧着鲜花，步入圣洁婚礼殿堂的这一刻起，就在此时，
就在这个舞台上，她就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了。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一对新人。我宣布，婚礼仪式结束，请全场来宾到宴会厅就餐，让我们再一次响起祝福的掌声。等会儿，还有一个环节不能少。选长白之人参，萃取核桃之精华，人参核桃肽，记忆加倍，好状态。有缘遇见太多美丽，有缘遇见太多快乐，有缘遇见太多幸福。方面的消息，最新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呢，继续刷新年内的记录，收报在每吨六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睡觉。不行，这洞房花烛夜，你就这么冷落你的新娘子啊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你必须得陪我。你还没演够啊？啊？王立群指出，今天的戏结束了，大幕都拉上了，观众都走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在这儿睡，这新婚之夜呢，你总不能让我一个人睡吧？夏可可，你要自爱啊！我就只想睡我的婚床，你放心吧，我又不睡你呀。我可是个男的，我要是做出点什么来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你吓唬谁呢？这床真软，真舒服，真有弹性。小被子，哎。Thank you.
红海，我想你了。我还睡觉呢。你陪我说会儿话好吗？我已经都结婚了，这样不好。老李，吃饭了。老李，这说的是什么话？结婚就是结婚嘛，结婚怎么还成摆设了呢？你心里还有没有我？你可以委曲求全的跟夏可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但是你心里必须得装着我。你答应我。你要是再这么说呀，咱们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啊！再见。我都生病了，现在还发烧着呢。发烧了，发烧了你就别去店里了。好好休息两天，按时吃药。你呀，发烧都有规律，一是上嗓子，二就是上呼吸道。你要按时吃药，多休息。抗生素啊，你不想吃就别吃了，但中成药必须得吃，啊。嗯。多喝水，多休息，不要熬夜，啊。要自己多保重。干什么你？喂，你背着我在这跟别的女人偷偷摸摸打电话，你什么意思呀？谁偷偷摸摸的？我是光明正大的。新婚第一天，你不说关心关心你的新娘子，你在这背着我跟别的女人打电话，还嘘寒问暖的，你到底几个意思呀？你嘘寒问暖了，人家病了，我跟她说几句话不行吗？你是我老公，你凭什么给她打电话呀？我有言在先啊，你让我吃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能让我吃醋。吃醋你吃得着吗？我怎么吃不着？你是我老公，我是你老婆，我怎么吃不着呀？我八月你就别较真了。三个月的夫妻也是夫妻，我不管，这三个月你必须对我忠贞不二。李红海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是我新婚的第一天，咱俩别找不痛快啊。你听到没有？咱们别说了，行吗？老李，你干嘛去啊？上班啊。上什么班啊？今天是咱俩蜜月的第一天，你不好好在家陪新娘子自己穿了，这像话吗？我先声明一下，我没有蜜月，集团实在忙，离不开我，咱们都通情达理，互相体谅一下，行吗？行吧，你工作我支持。谢谢。对了，你晚上几点回来呀？我在家做好饭等你。别，你自己吃，我几点回来我说不准。李永海，你白天说忙不在家也就算了，你晚上都不回家吃饭，这说不过去了吧？这结婚了就得有个结婚的样儿啊！你要还过得跟单身汉一样，那别人看了怎么说我？说我不是个好老婆，都结婚了，自己男人还在外面野。这样，我实在没工夫陪你，你要是在家待着烦呢，你就出去玩。我不想出去玩，我就要你在家陪我。让他陪你，他陪你比我强，多实惠啊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随便买。走了。
是怎样的夫人您来了。你好，有什么新款没有啊？那边都是今年的新款，您可以试一下。嗯，不用了，按我的码数一样来一件。哦，对了，把所有的衣服都打包送到董事长办公室，谢谢啊。夫人您慢走。董事长夫人您好。您好，新款在哪儿？这边都是今年的最新款，您要不要试？不用试了，按我的码一样给我来一件，把所有的衣服都打包送到董事长办公室。好的好的，夫人您慢走。公司不是给了你家冬衣，你今天根本就不用来。我不来干嘛？待在家里跟坐牢似的。你就别较真了，行不行？不就三个月吗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啊？谁说不是呢？可人家就是不想闭眼呐，还说什么仨月夫妻也是夫妻嘛，还要过家庭生活，一大早起来还要做早点。想干嘛呀？他这说明啊，夏可可人家是认真的。做你就吃吧，配合一下怎么了？我怎么配合呀？仨月就拜拜了，我还配合他过家庭生活？要我看这事儿，你最好别对抗，配合一下啊。不就三个月吗？相安无事是最好的。董事长，夫人买的东西交代了，说要送到您这儿来。来，进来吧。对，放那儿就行。哎呦，这家庭生活都找上门来了啊！夫人好。你好。我今天想给我婆婆挑几件衣服。您是说董事长的妈妈吗？那还能是谁啊？您看一下这几款。好。董事长好。老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快快快过来帮我看看，我呀想给咱妈多挑几件衣服，这些哪件好啊？你快快快过来看看。你出来一下。哎呀，你过来帮我看看，我不知道买什么颜色好。你先出来一下行吗？走吧。你干嘛呢？这是。买东西啊。你不是让我随便买吗？你买东西去哪儿不行，非要跑到这儿来捣乱。哎呀，老李，这不是你的地盘吗？这里环境多好呀，而且呢，大家都知道我是董事长夫人，我是老板娘，我想怎么花我就怎么花呀。老李，你知不知道，那些服务员都可喜欢我了。你赶紧跟我回家去。我不，我就要买东西。你诚心折腾我是不是？我哪儿折腾你了？你呀，就去忙你的。哦，对了。我最喜欢花钱了，有他陪着我就够了。行了行了，晚上我回家吃饭，行了吧？老李，你有功夫陪我了？莫总，明天下午是跟杜瓦尔先生谈判的时间，我打电话通知杨小姐，可她说她这个翻译不做了，她还说已经通知您了。我让你跟她谈的都谈了吗？谈了，他说了，加多少钱也不行。他说他没时间了。您看怎么办呀？没事，我知道了，快忙吧啊。好。让我给你当老公，你就陪他吃吃饭，聊聊天，逛逛街。他看我结婚了，过得很幸福，他也就放心了。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好，我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？你大人有大量，好吗？你就原谅我，好不好？喂。杨丽啊，咱们晚上见面谈谈吧。
么饭呢？费事，叫外卖不就完了吗？我不，我得照顾好我老公的胃才行。你叫外卖算怎么回事啊？我告诉你啊，那种叫外卖对付老公的女人，都不是好老婆。行，那你照顾吧，我看会儿电视。哎，你回来，我要让你在厨房陪着我，你陪着我了，我才能觉得幸福。你别走，你要走了我就寂寞啊！我一寂寞我就得刷你的银行卡，我一刷起来我就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。去冰箱里面把虾给我拿出来。哎，真乖。慕恒，你总算答应了，慕恒谢谢你，你真的是帮我大忙了。不用谢啊，咱俩谈不上谢。这个呢是协议，你看一下。什么协议啊？内容很简单，你呢继续给杜瓦尔先生当翻译，我呢等你妈来了，我就给你当老公啊。空口无凭，协议为证。你看看有什么还需要补充的？我没什么要补充的。这段时间我们既要一起工作，又要一起生活。我除了会做好一个出色的翻译之外，我还会好好照顾你的。谁需要你照顾？我不用你管。对了，我知道我说这个你可能会不高兴，但是我必须提醒你，我妈这次来，你的身份必须是……啊，我明白。等你妈一来，我就不是我了，我摇身一变，我就变成赵文波教授了。你别介意，因为我妈知道他了。以前我妈老是催着我结婚，我就说我跟他结了。所以，甭所以了，不就是演个教授吗？啊，哎，我给你瞅瞅啊，我连道具都准备好了。小杨，小杨，怎么样？这眼镜一戴，是不是就有一点教授的意思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既然要演，咱就不能糊弄，一定要贴近人物，这必须得有那种教授灵魂附体的感觉，怎么样？来吧，老李，咱们先干一杯。快尝尝我做的菜，吃块鸡，快！哎，这个香菇，来个虾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嗯，好吃。哎，明天我再买点肉酱，放到这个菜里面呢，肯定更好吃。对了，我还在网上看到很多菜谱。到时候我再跟你，啊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你说。你看哈，咱们婚礼也办了，面子上的事儿呢也说得过去了，也没人再盯着咱们了。其实你不用再这么辛苦了。这女人持家过日子，有时候辛苦一点，那也是幸福的。我的意思是说。你不用再一头扎到这些柴米油盐里边了，你把你这三个月呢，好好安排一下，规划一下。怎么规划呀？出国旅游。那好啊，咱们两个早就应该去度蜜月了。你不是咱们俩，就你一个人，我最近特别忙，走不开。那我不去了，我老公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我一个同事啊，刚从迪拜回来。说那儿可真是一个购物天堂啊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想不想去玩玩？不去。法国，你不是学服装设计的吗？那可是服装设计师的天堂。不去。哎呀，看你看你，差点忘了，一个旅行社正在着急去北极旅游，跟着科考队一块儿去。能够近距离的看到企鹅和北极熊。北极？费用算我的，怎么样？
北极我去过，那儿真没企鹅，他们都飞到南极去了。老李，你怎么不再说远一点？你直接给我送月球上就得了。哎，你说这个教授一般扶眼镜哈，他这么扶，他这么扶，他那个劲儿都不太一样的。哦，对了，为了逼近人物呢，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眼镜片给他配成高度近视的。哎，我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，我的眼睛很健康啊，我戴这个高度眼镜呢，肯定会对我的眼睛有所伤害的。我是一个律师啊，我每天要翻阅大量的合同、协议，还有什么法律文献啊，我眼睛一旦伤害了，对我损失就太大了。所以我觉得里边应该再加上一条，就是如果戴眼镜超过一定时限的时候，应该得到相应的赔付，对吧？我可不赔，你这多此一举啊！再说了。人赵文波不戴眼镜。哦，那我是为了神似啊啊！你想形似就很够呛了，哥们儿就天生就比他帅，对吧？那实在很抱歉呀，我也只能尽量努力的神似。等下次他再来公司授课的时候，我打算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下。妈，想让我请你早点说吗？你急什么？走吧。笑什么？你有什么好笑的吗？我就知道。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，夏可可，我这儿都是一番好意，我是为你着想。你这三个月你待着也是待着，你出去转转，开开眼界，多好啊！玩是好，但是本姑娘已经结婚了，那就得收收心。你看这家里家外的，缺了我哪行啊？我得持家过日子，我得把这日子过好了才行啊。来吧，老公，来吃个鸡腿儿，赶紧吃啊！吃完了，咱们还有其他活动呢。活动？什么活动？等会儿再告诉你。